们岐山温氏，喝到嘴里一股怪味。就是啊，还有股怪味，跟这湖里的味道一样。他们说的是何凤九。酒味杂连气，香冷胜于水。阿信，别喝多了，小心掉下去。阿姐，你别管他，掉下去才好。师姐，你说如果以这荷叶莲子为饮，酿出酒来，会不会格外的清香扑鼻啊？魏无羡，你又瞎琢磨什么呢？还不过来帮忙？什么叫瞎琢磨呀？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何风酒，雅不雅？魏公子。被打了戒鞭。戒鞭？嗯，温晁拿到了江氏的戒鞭，江公子身上应该还有其他的伤。哦，对了，江公子的紫电带来了。说这些话了。啊，江宗主和江夫人的遗体，我已经叫人移出来了，之后再转交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先走吧。走。江城伤成这样，忘了儿子。魏公子。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地方躲起来。江公子现在急需用药和安养，不能再长途劳顿了。去哪儿？去夷陵，去找我阿姐，她可以给江公子治伤。二公子，醒醒，醒醒！下了药，谁？谁敢？
别费力气，这是百日醉，喝了之后会头痛欲裂，四肢无力，过几天才能恢复。一定是魏无羡那个狗东西。对了，快去看看江城那个小子还在不在。我去看过了，江城被人救走了。什么？我在这莲花坞设下了天罗地网，连只苍蝇都进不来，他是怎么救走的？难道他还真有通天彻地之能？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都给我叫起来，我要挨个审。阿成，阿成，怎么了？阿成，阿成，你怎么了？江姑娘，江公子他只是晕过去了，我们带他去治伤。你，江姑娘，你放心，魏公子他救过我，我不能忘恩负义。阿仙，阿离，你们快走吧，别耽搁了啊！哎，阿仙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婆婆，你也赶紧找个地方避一避吧，不要待在这儿了。宗主和夫人都不在了。你们也走了，我老婆子在这儿还干什么呀？婆婆，我们会回来的。温宁，他的品阶比我高，他要检查，我也拦不住啊，二公子。那就是我错了。不不不不，是我的错，我打我自己，我不喝，我不喝，都是我的错。挂单手。二公子。温宁那小子真是有胆呐。公子，这温宁仗着温情受宗主喜欢，竟敢坏您的大事啊！滚开！要真是温宁那小子把人救了，那倒好办。温珠流明日出发，陪我去一趟夷陵。温情被派往夷陵监察寮，温宁救了人。还会回去吗？温宁那小子能有什么办法？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只能回去找温情。公子，如果你发现真是温宁干的，那你打算拿他们怎么办？一起杀了。
魏公子，我们到了。 我们先进去吧，这里太招摇了。阿信，温公子说的对，先进去再说吧。嗯。这边，等一下。 这是设在夷陵的监察寮，对不对？你这又是占了哪个倒霉世家的地盘？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魏公子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里是监察寮，可也是我姐姐住的地方。我绝对没有要害你们的意思。如果我想要害你们，那天晚上我进了莲花坞之后，我就可以立刻反悔，也没有必要把你们引到这里来。温氏子弟。 现在在各处搜索各世家之人，我不能带你们到处乱跑。至少，监察寮这里是安全的，他们不会搜索监察寮内部的。阿信，温公子说的对，你先不要这样。抱歉。 不要紧，魏公子，我们先进去吧。等我姐姐她来了之后，我们再……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 之前，木西山的事都过去了。
那莲花坞呢？怎么？你现在就要杀我吗？我去看下江城。肋骨断了三根，戒鞭虽然没有完全好，但也没什么大事，不过会留下疤，损害了一些内力，需养几日便可康复。你醒了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能听到我说话吧？江城，你可不要吓我啊！江城。说话呀，江城，你说话呀。别看了，以后我会想办法给你弄掉的。打打打，打了你会舒服点。感觉到了吗？感觉到什么？我说，刚才那一掌，我用了10成10的灵力。我问你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哦，这样，你再打我一掌。啊，再打我一掌试试。不用打了，再打多少掌也是同样的结果。魏无羡，
你知道华丹手为什么要叫做华丹手吗？因为他那双手可以划去人的金丹，是人永不能解丹。灵力溃散，沦为一个普通的华丹手。永不能解丹，那我这一辈子只能庸庸碌碌，再也无法妄想登顶了，是不是？江城，你知道吗？阿爹和阿娘就是被他化去金丹，没了反抗之力，才被他杀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江公子，我扶你起来吧。少了两味药引，五味子和灯心草，重煎吧。哦，姐姐，嗯，江公子他，他好不了了。什么？姐姐，那我们两家岂不是要结仇了？姐姐，救救他吧。早就结仇了。姐姐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阿宁，你记住，温氏做的事情，不代表我们做的事情。我们世代行医，只救人，不杀人，明白吗？嗯。等过几天，他伤势好些。送他离开吧。去哪里？去哪里都好。你去过云梦，温潮不是傻子，很快就会查到这里来的。姐姐，谢谢你。
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我要医书，所有的医书、古籍，能找到的我都要。魏无羡，你需要休息。我要医书。吃点东西吧，你师姐特意给你做的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江城的皮肉伤好的差不多了，街边的痕迹也淡了，就是不吃不喝不睡。你师姐让我下了根银针，让他睡去了。看看你师姐吧，她很担心你。你过来。
一定要记载重新解丹的方法。只是这里的书真的太少了，要是在云深不知处该多好！不对，云深不知处被烧了，古籍都没了，还有谁可以帮我？蓝湛。
那碗粥是师姐特意做的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找到救江城的方法了。你听我说，温姑娘。不行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再好好考虑一下，这是唯一能救江城的办法了。再好好考虑一下。坚决不能这么做。可是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做不到。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？你只需要帮我这个忙，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做。姐，要是是因为江公子的伤，你就救救他吧。他们都有恩于我，治好了就让他们走，温城不会发现的。了解江城的，他太好强，太注重得失，修为就是他的性命。如果他只能当一个不上不下的普通人，那他这辈子就完了。那你呢，姐？
成也行啊，一半一半的。